那我们欢迎第六名的杨靖宇。欢迎，大家好，王涛姐姐好。上周唱出89.9分。是，观众没有看我们的比赛都知道。是，每天的状况会不一样，有的能挑战成功，有的挑战不成功，已经离开了也好几个了。是，也希望你今天好表现，能成绩往前推进。对，谢谢，加油啊！是。 两周都没有表现好了，而且这一周人家挑战，万一切进去，你有可能被淘汰的，这样感觉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其实从第一次第一首歌《夜夜夜》的时候唱不好，那时候一个大失误，然后我其实难过了很久。是，对，然后就一直影响到我第二首歌也没有表现得很好，但后来我就觉得不行，我要就是。 打起精神来，对，因为我就太容易紧张，就是因为把比赛一直觉得很有压力。那我现在希望我自己可以心态上做的转换，就是我把它当做表演。是，对我想要享受，就是舞台，对，珍惜这每一首歌的机会。检讨缺点是个，但是不要那个沉溺在过去的这个缺失。一直在批判自己，对，我们要是跟着脚步往前进。是，今天的动力。带来歌曲是。 听说爱情回来过，哈，这又有一段故事了吗？难道也有个爱情故事吗？有哦，我唱这首歌会想到我的初恋。哦，初恋。对，就是他歌词里面就是有写到，很像我过去的一段就是感情。他最近要回来了是吗？听说爱情回来是对他的初恋吗？听说，只是听说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听你说了。对对对，一起来欣赏。